哦，快一点的歌哦。时间不多，你们要快一点的歌哦。那我先唱一首那个《归人沙城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心打烊可以，我心打烊可以漂亮，好不好？自由怎么样？自由可以吗？自由可以哦。那你们唱吗？那你上来好了，要不然那一位那个先生，那一位帅哥，你会唱自由吗？会，那是过来吗你？啊，你们不会拍手，打拍子，一二三，上。不是不可以，我只要我的力气不是很好。也许不必努力，我知道我还是一样在这里。那本已经红色的墙，站在这里游来游去，是否我们都想过自由？要只有他唱，我要唱。自由下次我不想再看到你。开玩笑，谢谢阿伦，谢谢。哇，很嗨，很嗨，很开胃的朋友。哇，还有没有下一位？我想接下来的时间都是我们的哈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嗯？还有吗？还敢上来吗？嗯哼。开玩笑哦。好，接下来，在阿伦那么好听，好不好听？好听哦，再给他掌声鼓励阿伦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唱一首是我自己的创作的歌曲，跟大家分享，可以吗？可以哦，这一首叫做《梦醒》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巴萨诺瓦的，所以大家那个拍子啊，也不要忘记哈。醒来，发觉身边没有你，试着寻找着你的气息。阳光洒进我的房间里，温暖的你却已经离去。我心里好着急，想着你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
下一场大雨让我梦醒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也是我的一首创作，叫做《下雨天》，比较活泼一点啊，比较符合那个哎阿伦，哎阿伦，哦不见了哦，哦，你好急哦你，哦这首叫做《下雨天》，然后也是我自己的创作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感谢阿瑞，斯曼阿然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呢，我的表演就到这边。我是西武，欢迎大家上 Google 搜寻我的名字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台北的朋友，你们要走了？还有那后面，很开的后面，真的吗？确定吗？哦，真的哦，那我只好欢送你们了。
但是你们要走，我们还是有观众啊，怎么样？赶快走！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欢迎你们下次再来铁花村，欢迎你们。哎，啊，就这样，啊，再见。下面越来越厉害哦。